这次曹云金真的急了，一份假家谱让曹云金看到了希望。我刚才刷抖音刷了一个新的家谱，是真的假的？谁给我确认一下，新家谱是真的吗？你们现在能给我一准信吗？我今儿看的是新家谱，后边没有括号，清文。我刚才发给这个谁，这个何云磊了，也转了刘云天了。这个新家谱我发给你，你看见了吗？哦，那真是新的。我不知道，我让你确认一下，然后让他们帮我确认一下。我不知道。曹云金直播间四次询问家谱的真假，不仅发给了何云伟，还发给了刘云天。他想知道自己的清门是否被撤回。此时的曹云金早已经没有了往日的意气风发，只想求证事情的真假。如果曹云金名字后面没有了清门这两个字，也就代表着老郭还承认这份师徒关系，曹云金也只是离开德云社还有回去的可能。在此前正好在直播时就曾透露郭老师也曾看过曹云金的直播，提到曹云金时也只是默默地叹了一下气。郭老师、于老师、我们仨聊天聊到曹云金，我说我昨天听曹云金一个那个什么那个什么活呀，听什么活，我说现在比一比还是他那个版本好。于老师就说哎这对，然后郭老师就哎就叹了一口气，人俩加一块多一句话都没说过。这一声叹气是惋惜还是伤心，可能只有他自己知道，毕竟那是手把手教出来的徒弟。自从清门事件以后，虽然郭老师也从未在任何平台公开提起过此事，就像正好说的那样，就算人俩有意见发生了不愉快关系，也比一般的演员关系近。两个人当年好，后来两个人有意见了，就是人有意见啊，人俩也比你们近。曹云金也在直播时表示，郭德纲永远是他的授业恩师，而且在近日的直播时还谈到了与郭麒麟、于谦是否有联系。曹云金表示不是不想，而是不能。谈到这一话题时，曹云金还非常的伤感地看了一下远方。有问我跟大林有联系的吗？有问我跟于老师有联系的吗？我问问您各位，我跟郭老师的事儿人尽皆知，我还怎么和人家团队里边的演员联系？看得出来，曹云金还是非常渴望跟昔日的师兄弟相聚，但因为种种原因不能。其中还特别提到了郭麒麟，表示郭麒麟非常的善良。和大林有联系吗？没有，我和大林小的时候，孩子天天跟着我，还挺好的。他很善良，大林非常的善良。许多人都说，只有郭麒麟能当上班主，曹云金才能有希望回到德云社。曹云金在郭老师首次直播时刷的穿云箭，也被网友们比喻成归心似箭。你们觉得呢？您看，为了弥补您心灵上的创伤，换个人给您唱一下，可以啊。可得是名角，绝对名角，名角啊。在我们这儿最名的角，是吗？换我给您唱，行吗？谁？我给您唱。您唱啊？那太行了，郭老师。要了命了，咽进了，咽进了，还有人。我有点恍惚了啊，那个二哥哎，你就是我亲二哥，我的二哥，二哥你可来了，欺负人了，欺负老人了。你等会儿，谁找监护人？什么监护人？我说有人欺负我呀。谁欺负你了？欺负你兄弟，就他。他啊，这不是个孩子吗？大班的，别着急。他要是欺负咱，咱跟他没完。对。但是我作为监护人，怎么又不是监护人？我得了解一下情况，你说是不是？啊，那当然了。你看，有点那个班主那感觉吗？不是有点儿，您有一大点儿啊！问他，您也向着我啊，玩你兄弟啊！我问，跟活的一样，是吧？你酱萝卜吃多了吧？啊？
什么你？你后二哥，你看他没人话吧？张嘴，你酱萝卜吃多了吧？他不知道你是谁，就说你酱萝卜。你听我说，不是听我说啊？我问他，我看正常人有正味儿呢，老是齁着了是怎么着？找水呢、啊？您跟我说怎么个说？二哥，二哥，咱这有问题。我说不着，我说听见了吗？我先跟您说不着。是二哥，我问人家，我知道，好吧？啊，我跟您说不着，我不知道您是谁。你看他又不知道你是谁，刚才跟我假熟啊，一会儿再说。你是这个吧？你是那个吧？感觉都不是。我还真不，我了解你这种人，我跟你说就欠抽。我找到二哥，你连问都不问。我是他监护人，负责人，负责人，你就直接抽他。他说负责人，您这个上下怎么称呼啊？什么叫上下怎么称？你看这是人话吗？他就哎。我说你说听着小伙什么小伙我说小伙哦小那小伙能随便叫吗小虎哦哎别说话虎子哎还有人你说咱家二哥二哥谁呀我就是他二哥您就是曹老师啊对对对我看你一年了啊偶像啊谢谢谢一会儿咱俩照个照片什么的、太好了签个字啊签个字 啊不不谁有笔我不找你、啊、签个字我刚才听着怎么着这个刚才在这个演出的过程当中闹不愉快了嗨怎么回事啊这是啊嗨您弄您别这样您这样我看着瘆得慌你这么着我跟您简单别说啊怎么回事啊跟您发生什么了这才叫训徒呢您呢行行行不行咱们唱信儿去吧啊不行咱们唱信儿去您说啊您说怎么了这是怎么了呀你听我说哎你得甭管了简单跟您说简单跟您说上这儿来啊就这位啊愣说是您的搭档是他是我搭档我说呀您呢很优秀你会什么公认的吗他说了曹云金会的我全会他的能耐我比他大说学逗唱耍弹变练全行他说这是他说的对长能耐您接着说哎我说您要是全行的话这板儿你会打吗他说会我说我不信这不信我说这么着你要能打的话我买你10000双布鞋他不卖布鞋那行了我说这么着那我也表示表示怎么表示我刷10个嘉年华行吧哎呦这个太好了呀哎呀我们直播呀最喜欢嘉年华嗯我们金粉嘉年华你看这手势10个嘉年华1个300010个就是30000的哎呦您是榜一大哥呀您这是啊是是是是是是那个那刷了没有他给我拦下了别介我给您找手机去对对对对对他给我拦下了他说什么呢您这个10个嘉年华呀好是好但是您不能刷为什么这怎么不能刷您一刷完了以后这10个嘉年华到不了我手里头就进了曹云金的账了这么说好啊20年的您接着说我都怀疑你不是曹云金你是曹云金吗你是曹云金吗你仔细看看我还有更气人的呢还说什么了他说这么着你给钱吧啊我说我不能给我不能听会的呀是他说这么着那我白唱了要不这么着吧怎么着实在不成这样你钱也留着我也不要了啊然后呢你回你们老家北海道我听着像话您这个头倒是像那儿的人我能是北海道的吗哦您老家不是北海道山东清河县阳谷县哦我时间我说怎么一身炊饼味儿呢我让你包庇我了、你明白这意思吗、明白明白他让我呀找那铁铺去找铁铺干嘛打一铁箍哦到了清门节的时候啊上坟您等会儿您等会儿吧您要拿清门当节过呀您是真没往心里去
不是，我刚才说什么了？我都不知道。4月5号，这什么？我这清门清明节。全让他给我气糊涂了，我这嘴都不跟腿了吧？这铁箍跟清明节有什么关系？他说清明节上坟的时候呢，啊、用这铁箍把我们家的祖坟套上，别让别人给骂裂了。这是人话吗？这都是他说的，可不是他吗？这话可太损，把我气了。好，让回老家北海道，还找一铁铺。北海道有铁铺啊？打一铁箍，等到您清门节的时候，等到您清明节上坟的时候，拿这铁箍把您家祖坟给套上，别让人给骂裂了。你去了吗？这都像话吗？不是，你帮着他说话是怎么着？你没去就对了。我能去吗？一时半会儿裂不了。黑粉骂你那么些年都没骂裂了。咱家这祖坟还挺结实的。我平常怎么说你？您平时说我什么了？咱们做相声演员得说相声，平常你得练功啊。我平时可没短了练功，我每天起的可不比你晚。你嚷嚷什么呀？这不是嚷嚷，我这人说话就是气粗耳朵。咱俩谁说？咱俩是哥们儿啊。怎么了，二哥？你跟我咱得聊。哎，平时谁给您做饭啊？我给您炖带鱼，是不是我？我多的吃你带鱼了啊！不是你不能，咱不是爱吃带鱼吗？我吃的是塔吗？啊、不要带鱼吗？多的有带鱼呀、啊！多的又出来塔吗？我吃塔吗呀？那天津人才吃塔吗？我吃你带鱼了吗？您不得吃带鱼？你说二哥，在您这有什么必须得吃什么塔吗？不能吃带鱼。我吃你带鱼了啊！把我给气死了。等等，怎么那位回北海道了啊？二哥，缓一掌，硬喝水，缓一掌。不啊，哎，怎么了？烫死我了！二哥，我给你倒。烫死我了，你太烫了，这也。我能喝了，嘴唇都起泡了，这。二哥，这边呢，这边呢。这孩子都晕了，二哥，你说呢？你看看这玩意儿，它不带着机灵样，主要是你打出来的。你这玩意儿，嚯，哎呀，太凉了呀，这也啊，激着我这嗓子都激着了。二哥，我给你换去，二哥，对吗？扎牙了，这孩子紧张的，就是手太狠。二哥，看再我，二哥就是手太狠。嗯，哎，怎么样？嗯，哎，这什么意思啊？正好，正好也打呀。我这正好，你都打我，打的就是正好。